了 iPhone 5， 你要 5S 呀。看别人有了 iPhone 6， 你要 Plus。 按住这吊地儿塞八瓣，我攒钱过日子呀。你却嫌弃我是穷光蛋，没钱没本事。你看看人家乔布斯，再看看比尔盖茨呀，同样是俩腿吃个肚子，我只高一汉子呀。我没有吵着换房子，也没嚷着换车子呀。你不说自己太不争气，说我是败家子儿啊。一个败家娘们儿，败家娘们儿，败家的老娘们儿啊。那些朋友们都花天酒地，找不到我的人儿。自从娶你进家门儿啊，这又是老婆孩子儿，大家都说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儿。那个败家娘们儿，败家娘们儿，败家的老娘们儿啊，整天带着孩子做饭洗衣，还要给你开心。既然娶我进家门儿啊，我就是你的媳妇儿，你要疼我宠我爱我那一辈子儿。来娶我多乖了我自己的好媳妇儿，好媳妇儿。败家娘们儿，败家娘们儿，败家的老娘们儿啊，整天带着孩子做饭洗衣，还要陪你开心。既然娶我进家门儿啊，我就是你的媳妇儿，你要疼我宠我爱我一辈子儿。卡黄两手一三四，我就疼你宠你爱你的一辈子儿。难道你不认识宝宝了吗？不换人，不认识宝宝了吗？感谢我龙叔，龙叔不要停。俺家狗疯了，这是败家娘们啊，送给你们。龙叔喜欢听这个，我弟弟在那屋呢。龙叔喜欢听这个，给你唱歌，不唱了啊，唱后面走哭得了啊。我一会儿修完了，我去洗头发，都不说不好看吗？我把头发洗洗。哎呀妈！刀个刀个刀刀，那是什么刀啊？刀个刀个刀。
清河边走，只剩一朵菊花随风飘摇，只剩一朵菊花随风飘摇。妈呀，咋的？谁说我的发型不好？谁说唱不好的？感谢我们家龙哥，感谢所有叔叔，感谢我的龙叔，感谢所有的熊猫。兄弟们，娃娃休息了，十二点或者是十一点半直播，么么哒！你们要如果说喜欢娃娃的话，别忘了点击打卡，没打的点击一下的啊，这都是免费的。直播收通知没打勾的，打一个小勾，关注一下一号麦序。想赚钱的兄弟们可以加一下那个五号麦序，淘宝兼职六种兼职，加入即送微商啊，兄弟们。六号麦序 YY 挂起五块值50块钱一个小时，右键加好友即可，这都是娃娃做担保的，真实可靠，都可以赚的零花钱。马上过年了，兄弟们。七号麦序钻研渠道可以加下微信跟 QQ 45472003啊，这个纯植物草本男女皆可用啊，么么哒。